很多家人啊羡慕前凸后翘的身材，那有可能啊我们盆这个位置前倾的。那也有家人呢后倾是咋回事呢？屁股塌陷，身体前移，这种情况叫后倾。那么分享两组动作改善一下这种情况。前倾的问题也给你分享两组动作，每天练一练改善这种情况啊。这个每天躺在床上就可以练啊，平躺在这里啊，然后呢两腿弓一下啊，像我这样啊，像我这样啊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来了啊，两个手按住，然后呢往上来，这个位置呢叫做臀桥啊，坚持15秒钟，让我松开，反复做15次为一组。然后第二个动作呢，一个腿弓步，你看这样啊，一个腿往前弓步，一个腿是这样的伸直啊，这个动作啊，然后呢把这个位置呢给它弓开啊，把这个位置呢尽量就跨回来蹬开啊，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，然后呢两手扶着后脑，然后做侧向拉伸，这样坚持个5-6秒钟为一组，反复做啊，反复做，那不是这样，这样不行啊，得是这样，与另一个腿交替做15次为一组，反复做一个，改善这种情况。后倾的话记住这两个动作啊，你找个凳子啊，你看看着我的脚啊，这个有那种向倒不倒这种情况，就这种情况啊，找个凳子来反复做50次为一组，这是一个动作啊。第二个动作呢，你颠桶水或颠桶油都行，是腰背要挺直啊，这样做提重物的动作啊，反复也是50次为一组，这样做一做改善后倾的情况。